千四米嘅赛事，六号大热，46蚊。王琦举起，睇下嚟咗边个场地啦。又我哋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就系摩连奴啦。咁啊再见到响埋边有律慈区啦，内栏就老友威威啊，中间就健康欢笑啦，日出彩虹外边一马当先，今场快啲咯。最出粉红衫咧，好似自己跑紧嗰只就锋芒不露嚟噶。再中后搭嘅马啦，先见到神威翱翔啦，出边就红福满满啦。咁啊，再后边嗰阵啦，老友威威就响呢个内栏位置，中间日出彩虹，出边咧仲有再出奇啊。尾四橙衫窄大大啊，后啲嘅马先有劲有波幅啦，涌进神区啦，同埋只万众期待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800米段处，前面锋芒不露，放到出嚟跑噶啦。第二位摩连奴一马当先，亦都响出边第三、第四位嘅马红福满满啦，内栏仲有律慈区。咁再跟住后边咧就系呢个健康欢笑啦，神威翱翔，老友威威。红眼罩白鼻箍内栏嗰只啊，再后边嘅马仲有再出奇，尾五橙衫就窄大大，后啲先有咧就日出彩虹嗰啲马，入正就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锋芒不露，斗紧一马当先啊，埋边就摩连奴，再见到中间健康欢笑上紧啦，出边仲有神威翱翔，内栏咧一路冇乜位喎，窄大大咧亦都追紧上嚟，最出就再出奇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咧就健康欢笑斗紧呢个神威翱翔啊，外边再出奇上紧嚟，最后50米神威翱翔。已经系透出，外边啊再出奇，中间咧仲有老友威威接近终点，神威翱翔赢啊第二名咧要影相，老友威威再出奇，咁啊第四名咧系咪健康欢笑咧？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神威翱翔咁啊初出嚟到香港跑两场马都接近，咁啊结果咧就终点前顶住对手，再出奇外边冚进嚟就跑翻个位置，中间12号有冇机会有 Q 啊？老友威威好近嘅，健康欢笑第四。六号赢噶啦，神威翱翔，临尾打翻落去得翻41蚊，第二 Q 开唔到啊，临尾太迟挞得咗啦，嗰只老友威威，同埋佢 block 嘅，俾人 block 咗出嚟，出唔到嚟啊！伟达嗰只跑翻第二啦，再出奇，老友威威第三、第四嘅健康欢笑，临尾嗰条六搭十二成为咗第二 Q 10倍都唔够，得翻96蚊啊！系啊，系呢几只马噶啦，咁啊而家大热门难投，再出奇揞翻个第二，26倍 Q 结果有。跑翻千四，到位啊！呢啲国伦睇第二名张相啦，追正一步，现在往廿啦，啲嘢直路上边嘅攞位真系又唔系佢错，最惨系前面左右隔篱啲马喺度好多染样。嘉悦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六号嘅神威翱翔啊，独赢派41.5位置派17蚊，跑第二名一号再出奇位置派39蚊，跑第三名12号老友威威位置派17蚊，现赢位一搭六派260蚊，五号三重彩六号一号12号派2811蚊，单T派509蚊，位置 Q 一搭六派106蚊，六搭12派40蚊，一搭12派118蚊，跑第四名系四号嘅健康欢笑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一格夜热门派23.5。四连环派710蚊。四重彩派15,054蚊。哇，都过万呢条。嗯。出头啦！呢只嚟到香港嘅第三场，直路一路系咁撇嚟撇去嘅，系啊，压入嚟，系啦，咁啊，足之撇埋嗰只老友威威佢，真系唔方便撇啊！真系。搞到嗰只爭一步追唔到條 Q， 嗰度都夾到啲馬，睇下陣間賽後報告。有啲問題㗎，係。係啊，嗰個賽後停止咗一隻㗎嗰度。嗯，賽後報告可能都會有。佢都不斷修正㗎啦，一閃埋去就已經即刻抽姜成㗎啦，就係咁啱咁巧，有人睇翻巡邏影片就係史卓峰就係跟住阿國啦。嗯。
反而嗰只蔡出奇啊，出边无遮无挡，冲得几顺。其实系冇跟错噶，但系点知你只马会偏嘅啫，系咪？好啦，翻嚟复榜。睇巡逻影片啦，咁啊，见到起步劲有波幅啊，夹咗落去嘅，前面走嘅，咁啊，睇下先啊，中间摩连奴，咁啊，然之后健康欢笑跟前啲啦，咁啊，开边就一马当先啊，铲铲地冇嗰只嚟嘅，最出边啊，锋芒不露噶啦，咁另外第二只数翻埋嚟白鼻梁嗰咧就系鸿福满满，好啦，清楚啲啦，后边见分律迟佢系贴栏啦，神威翱翔好早喺佢三搭噶啦，然之后后边就系再出奇灰马，中间日出彩虹，贴栏就系老友威威啊，咁啊，然之后见分扎大大越跑越腾嘅，咁后边嗰啲就涌进神区啊，劲有波幅同埋万众期待。伟大啦，一路都跟住嗰只头马嘅。嗯，其实老友威威都醒噶啦，已经移咗出嚟噶啦，谂住跟住几只有非实力马噶啦，已经冇错啦，呢度啲位已经摄咗上嚟啦，已经跟住咗。神威翱翔啦，咁佢就係跟住神威翱翔啦，直路啦。但係你睇下啦，同埋好有勢嘅，見到只馬咁。前邊啊，俾阿健康歡笑頂住，諗住攞呢個位，跟住一打左手邊，神威翱翔一埋，咁就冇啦。冇咗，健康歡笑嗰度三文治，再埋去，人哋又埋，咪你又諗住再出，人哋又都係出出地噶啦，轉咗邊之後，就係咁樣爭一步啦。不過係都呢幾隻馬係有變個名次嘅啫喎，你睇後邊嗰啲都係排曬翻嚟嘅啫，冇話點樣追嘅喎。摩連奴攞位都幾慘。復榜完畢嘅啦，位置 Q 一搭六牌$106，六搭十二牌$40，一搭十二牌$118。組合獨贏3-1，勝出組合 A 一格夜熱門派23.5，四連環派$710，四重彩派$15,054。孖宝八场五九场六中正牌$132.5，八场五九场一安慰奖牌$117。分段时间好快嘅，场13秒28、21秒33嘅23秒28啦，披醒快啦，末段就慢啦，24秒72，总时间1分22秒61，总时间就慢于标准时间4:01嘅末段慢啦。